江晨，谢谢你啊，你让我把我的茶叶放你这儿寄卖。没关系，曼妮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你现在需要销售渠道，就是我这小咖啡馆，估计帮不上你太大的忙。没有，已经帮了很大忙了。别客气啊。怎么了？要怎么的？我好烦啊！谁又招你了？我有的时候也觉得，朱小阳是老天送给我弥补我20岁恋爱空白的。可真正在一起了吧，才知道这年龄的代沟有多可怕。他那个年纪是可以用全部的精力和热情谈恋爱的，工作也不着急找，觉也不用睡。可我们已经不能用所剩无几的精力和热情谈恋爱了，不是吗？你看我这眼神，你这算什么呀？你还没到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呢。我那我想都不敢想，我也想陪他蹦蹦，但是我真的跟不上他的节奏呀。这回发现了吧？姐弟恋可不是那么容易谈的。我的大宝贝儿啊，你就是这样子，谁喜欢你对你好了，你就依赖。但是恋爱不是这么谈。那怎么谈呀？你什么时候从被动变为主动，你就懂了。哎，曼妮，啊，哈喽，你们布置的怎么样啊？都布置好了？对哦，我们在江城的咖啡馆呢。效率真高啊！哎，你好，你那边怎么样了呀？啊，我这挺好的，明天我就去上班了，镇政府的文员。那你是不是短期都不会回上海了？啊，欢迎你们到这里来玩呀！你们要是想我的话，可以来找我玩啊。是你决定了吗？你真的想好了吗？决定了，明天我就第一天就去上班了。好吧。哎。上次说你那个相亲对象叫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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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志，张志吧？啊，怎么样了？他呀，就先接触接触呗。哦。你好，需要来点什么？来杯咖啡。是这样的，我们这儿刚推出了一款新的绿茶，口感非常的好，我试过，你要不要尝试一下？不用了，谢谢，咖啡就可以了。好，您的咖啡。谢谢。慢走啊。你好，需要点什么？来杯咖啡。好。咖啡好了。你好，你要不要看一下我们的空山茶？慢走啊。不用了，要袋咖啡豆吧。我的茶不是很好卖吧？你看这绿茶，是我托茶社一个朋友推荐的，现在非常受欢迎，业界的口碑也非常好。刚刚泡好的，你尝尝。啊。怎么样？口感确实不错，很清香。难怪这么受欢迎，真是名副其实的好茶。再尝尝。回甘也不错，但是我看这款茶叶从外形到口感，跟我的空山茶还是很像的。这是什么品牌的茶？我回去也做做功课。这个品牌可真不得了。这就是大名鼎鼎。你的空山茶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，名副其实的好东西。顾佳，你要有信心。有信心。加油。谢谢江晨。哎，嫂。
哎呦，你穿的这么正式吗？哦，我想今天是第一天上班，所以就得穿的正式一点吧。嗯，好看。我车停外面了，我们走过去吧。其实今天你不用来接我的，我可以自己去的。我知道你怕影响不好嘛。那这样，一会儿快到单位的时候呢，你先下车，你走过去，然后我开车进去，好吧？小张主任真是细心的呀，怕妮妮不认路还来接她。我们妮妮真是有福气哎。妮妮，快走吧，再不走，待会儿整条街的人都要出来看热闹了。是的呀。走吧。刚才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因为大家对我这个人呢、都比较关心，能出现在我身边的姑娘呢自然就会成为焦点。不过你放心啊，到了单位之后，我的办公室呢在一楼，你的办公室在二楼，工作的时候啊就是工作关系，不要把咱们这层关系带到工作中去啊。这点我要提醒你了啊，要有分寸。我们什么关系啊？你恋人关系呗。我们什么时候定的这层关系啊？啊？不，那相亲之后了，我还愿意见你，你也还愿意见我，这不就表示……不，再见面的意思是表示可以继续相互了解、相处看看，然后才能考虑是不是男女朋友关系。再相处看看是为了考虑什么时候结婚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相亲步骤。这不是我的步骤呀，你往前看好吧，在开车呢。行，既然说开了嘛，也蛮好，省得闹误会。这种事情嘛，还是要尊重你们女同志的意见啊。那就按你的步骤来。谢谢啊。您的办公室在102，我带您去。新来的。你好呀，你好，我叫高玲玲，我爸爸和你妈妈是老同事来。我爸爸在那个泌尿科，你妈妈就在那个科室隔壁。哎，我叫周依然，我大表弟啊就是你小学同学。你妈是我妈的舅表姨母。我没有要占你便宜的意思啊，咱没亲戚关系，但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呀。咱也不是外人，有空一起聚一下，好吧？按辈分算啊，你不应该叫我刘姐，应该我叫你舅表姨才对。来来来，你的工位在这儿，来来坐。谢谢。哎，我们都知道哈。这小张主任的眼光啊，高过头顶啊！今天一见到你啊，才知道这些年他在等什么了。不是的，我和他没有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不说了啊，不说了。刘姐，您看我先做点什么工作呀？啊，没事儿，你刚来，先熟悉熟悉环境啊，不着急。哎，你早饭吃了没有啊？我家里带了紫米糕，你要不先尝一下？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谢谢。你爱吃什么跟我说啊？真的不用，自己吃吧。是，热腾腾的锅贴，多吃两个。我这也有好吃啊。欢迎你，我这热麻糖先热吃。不，你自己吃吧，自己吃。冷的不好吃。哎，好。谢谢啊。赶紧吃吧啊。去上班前过来看看你。吃过早饭了吗？没呢。那要不要我陪你吃个早饭？要。你还想不想回北京了？我听你的。
要不然我给你租一间公寓吧，你一个女孩子老住酒店不好吧？你不要心理负担那么大好不好？我现在有收入，可以让我继续在这生活下去，我也不需要你对我负责呀。你总住酒店，又做不了饭，老叫外卖，对身体也不好。我住酒店还是住公寓，我都行，因为你说你心里有我。哎呀！别碰，别碰，别碰！那水溢出来看不到了吗？哎，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！哎呀，小张主任，我不知道您下来了。啊，那个，二楼热水没烧开，我到一楼打个水。哎呀，我知道的，我懂的，我懂的。你们聊吧，我回去了。哎，别，我们有啥好聊的？你们俩聊，我在门口帮你们盯着啊。你们聊吧。啊。曼妮真是美呀、啊，走路像走台步一样。咱们这楼道啊，头一回成 T 台了啊。还可以吧。郎才女貌，天仙配呀、啊。哎，这个就是小张主任的女朋友吧？好像是啊，听说马上就要结婚了。是吗？这个女人长得不要太漂亮，要是小张主任不要，我分分钟娶了呀。哎，这你都没听说过？真是。都不是省着灯，俗话说得好，这可卖钱呢。小王，你午休回去吗？离家近的都回去吃饭午休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千万别叫外卖，送餐可慢了，一个多小时要饿坏的。这样，从明天开始哈，你就不要管了。明天开始我给你带午饭来啊。那我先走了啊。慧心，这两个表格我刚刚算过的，你再看一下。我先听你忙了啊，回头跟你讲啊。再见啊。小琴啊，哎，你之前的核对的怎么样了呀？我还没算完。哎，核对完了把这个对一下哦。哦，好。哎，小琴，你这数据不对啊。啊？你再来看一下。哦，我看一下。喂，你好，物业。喂，你怎么不回我微信啊？我在工作呀。你那工作我还能不知道啊？我现在在摩托车行呢，你帮我看看哪个颜色好看，我听你的。你可不可以不要玩心这么大？我在对报表，错了就完了。我知道了，那你记得乖乖吃饭啊，中午午休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，我等你。啊。哎呦，好嘞好嘞，小琴啊。这个我自己做啊，谢谢李姐，不要紧的。是是是，哎呦，我好久没有看电影了。我也是啊。哎，咱们去吧。好，哎，好呀好呀啊。晚上买点什么？哟，哎，哟，小张主任啊。张主任来了。嗯，妈妈你。快去吧，妞，快去吧，快上班喽。小张主任久等了。嗯。哎呀。快去。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。今天好帅。对哦，他那件西装好考究的。慢点开啊！穿的又新的。慢点开啊！好神气哦！拜拜！拜拜！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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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
信里边写的都是中学生的事情。嗯，咱家孩子已经过了这个阶段。他那个爸爸说话特别快，快得不得了。是吗？你慢慢听呗。嗯，妮妮来了，来，坐这看电视。蛮好看的。嗯。妈，我给你剥个橘子，好吧？嗯。妈，那个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。嗯。现在这个工作我做不来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太累了？累。人际关系太累了。我不想跟张志在一个地方工作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不想跟张志在一个地方工作？你们俩人在一起，相互有个照顾呀。照顾什么照顾？我跟他都两个人都没怎么着了，还照顾呢？现在搞得人尽皆知的，所有人都在议论我们。从小到大都没有受过这种关注，好吧？哎呀，那大家都是好心呢，没有恶意啊。那大家见了面，总要聊天吧？嗯。那要聊，肯定是聊那个最有意思的事情。妈说的对。我什么时候成为最有意思的事情了？现在是所有人都在看着我，看看你又怎么样啊？看看你现在会掉一块肉呀！议论议论啊，那新鲜劲儿过了就没人提了。这实打实的好日子，是你自己的。如果你真的跟张志结婚了，那以后你就有好日子过了。妈，我在跟你说很严肃的事情，工作的事情。那跟我说什么结不结婚啊？现在都是没影的事。哎，我不跟你说了，回去睡觉去。哎，你，哎，去，不走。哎，你脾气怎么那么大呀？我回来了。老婆，你怎么不等我回来？来，给我来装。家里什么东西是你装好的呀？净说大话。真是啊，咱们家一样样都离不开你。爸爸，陪我玩奥特曼吧。妈妈这不在装桌子呢吗？一会儿陪你玩好不好？你抱你妈妈，她装不上了。别捣乱啊！自己玩，自己玩一会儿。别生气了，别生气。我上次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。茶厂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家里的钱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我都支持你。我支持你。我也支持妈妈。徐子言和爸爸一起支持妈妈，好不好？好。行了，你也累一天了，就换身舒服的衣服吧。好，那我就换衣服。嗯。别生气了啊。儿子，爸爸洗完澡，陪你玩，好不好？你是不是把妈妈的这个螺丝都偷到这儿了？接到一个好消息，就是上次我一直谈的那家酒店，你记得吗？嗯，他们要换供货商，说可以把我的空山茶放在酒店的客房里，如果这条销售渠道稳定，那我就真的可以帮你减轻压力了。特别好，老婆，我相信你，你是最棒
赶紧跟村长打个电话，让他把货备足。好。我现在特别想念那个味道。曼妮儿，你还没睡啊？你是不饿了？我刚给乐乐煮了汤圆，要不你来吃点儿，还有富裕的。你要不想动，我给你送过来啊。啊，阿姨，我睡了，不用了，谢谢啊。哦，啊，你早点睡啊。姐妹们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明星出门被人围观、被人议论那种惊恐的心情了。冷静，冷静。我没法冷静，我真的一点我都没夸张。你跟张志怎么样了？反正我现在感觉已经是我被架在那儿了，就好像明天我就要跟他结婚，后天我就要跟他生孩子。我现在就是特别怀念在上海的日子，没有人认识我，也没有人跟你说话，自由自在的。现在这种零距离的这种热情，我觉得真的特别有压力。我们可以试试看，但你们的品质跟供应量呢，也得要跟上。毕竟这是个新品牌，我也是要担风险的。是，我明白，但是这点你放心，我们的有机标还有各种检测文件之前都发给过您。那是啊，不然我也不会换你们。如果客户反响不错的话，我可以介绍其他的酒店给你们的。太好了，谢谢张经理啊。没事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好好好，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满一百减二十啊！对，我们下午一起去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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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。哎，曼妮，曼妮好，曼妮好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不能去啊。就你事儿多。怎么了？我要接孩子，等接完孩子，好东西早就没有了。哎呀，你想要买什么，你写个单子，我给你买吧。对呀。你这多不好意思啊！我要买的东西可重了，米呀、油的。哎呀，没事儿。咱们两个大老爷们儿把您送回家，你俩就算了啊，平时事儿都挺忙的。就是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儿子下班来接我，让他多干点苦力。哎呀，那我就更不好意思了，刘姐。别跟我客气了啊，快写啊，快写。那我写了，写吧。哎，对了，刘姐，你那个时候说你儿子结婚准备要孩子，要上了吗？哎，可不吧，我最近啊，天天给我儿媳妇补身体啊。哎呀，也不知道今年能不能赶上。哎，今年生肖好，不冷不热，对吧？将来孩子上幼儿园啊，也不至于挤破头啊。对对对对对，看来得抓紧点了哈。抓紧，得抓紧。哎，曼妮啊，你说这事儿赶早不赶晚，对不对？对，曼妮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有一个同学，他是搞婚庆的，一条龙服务，不需要你操心，真的。我下次介绍给你，好吧？你就别操心了，早晚的事儿啊。快写你的单子去啊！下班我们就去了。对对对对，走啊！主任来了，主任了。哦，主任好，主任好，是不是老三？哎，来一下。啊。什么情况呀？哎，小偷什么？你说这个事件的事情我知道了。你这是啥子啊？我跟你说，你们这扯。你们呀都不知道。怎么你知道？你知道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你这说啥呢？不是那个会务接待，你会不会做？我以前做过商品的 preview， 应该差不多吧。太好了。
明天啊，有个大集团的老总带着手下呢，说到咱们这儿来转转，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合作项目，顺便再参加一个楼盘的剪彩。你看，要是可以的话，你能不能负责一下接待工作？没问题啊，来这么多天了，终于有个像样的工作了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好。那个，你看是不是找个时间，咱们两家人一起吃个饭？要是不谈工作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对，怪我，那就下班再说。好，拜拜。下班再说。天哪，这房子也太大了。快看看，喜欢吗？哦。那还有厨房呢，以后可以给你做饭。天哪！哇，这房子我太喜欢了，会不会太浪费了？不会，你喜欢就好。你踏踏实实住着，我付了一年的房租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。这儿是不是离你公司也很近？那我就可以经常见到你了。是的，今天9点之前，我必须得走。啊，好吧。吃饭了？马上就好。你也太厉害了，什么都会。我也是边看边学。我就喜欢看你的手。手有什么好看的？因为它能设计出最好看的烟花。没有人驯服过你们，你们也没有驯服过任何人。你们就像我的狐狸过去那样，它只是和千万只别的狐狸一样的一只狐狸。但是，我现在已经把它当成了我的朋友。于是，它现在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。如果你要驯服一个人，就要冒着掉眼泪的危险。一旦你驯服了什么，就要对他负责任，永远的责任。如果你给我的和给别人的是一样的，那我就不要了。本项目凝聚了衢州政府和智胜电子的智慧和汗水，下面有请各位领导为我们剪彩。打扰了。您先稍等一会儿，送您去机场的车马上就到了。怎么会在这儿？你
您记得我？嗯。我老家在这儿，我就回来了。没想到能够在这里碰上您。您先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车到了再告诉你。我，玉博，你说我在上海的时候，觉得那儿不是我的家，现在我都回来了，我就觉得家更不像家了。前两年，我这小阁楼租给过一个海员，住了不到一年就又回船上去了。他说，每次出海就在一条船上三年两载，哪一条船也不是家，到了岸上也是走哪儿算哪儿，越漂越找不着家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想明白了，所有选择漂的人，在走出家门那一刻就要知道，往后你就是你自己的家了，得撑起你自己的天。要是连这点勇气都没有，趁早别出去。爸妈嘴里说的故乡是后路，听听也就算了。那天在生日宴上，我就看出来了，这姑娘是逃回来了。别逃，逃跑是最没用。回吧，我要关门了。我记得之前梁正贤告诉我，你是在 M 店做销售。是的，后来我就辞了。我们集团前一阵子把 M 店给收购了。又怎么了？蹭住啊！这么明显看不出来。你房子呢？退了，租不起。我看现在这状况啊，嫂子也是不用回来了。我鸠占鹊巢几天，容我缓缓。哎，没文化别瞎用成语啊！宽敞，沙发归你了。哎，你工作怎么着了？不知道。没消息，等着吧。妈，我到他这儿了。喂，老大。妈，你让这臭小子看着我，你怎么想的呀？小雨，你听妈说一句，上海不留咱，回来闯闯啊。咱家这电视台也气派着呢，你回来肯定有适合你的工作。俗话不是说吗？
树挪死，人挪活，回来吧，啊！哎，先走啊，来，哎，小琴、啊，嗯，走了啊，啊好，走了，走走，嗯。喂，哦，我马上下来。下班了吧，嫂子？来接你回家。嫂子，我来跟你说说我哥的事儿。他没空。他有没有空用不着你说。你哥怎么了？我在那边咖啡馆等你，听不听你自己决定吧。我陪你去吧。小杨，钟小琴，我要是跟我的前女友拉扯不清，你生气吗？我不是拉扯不清，我搬出来之后只见过他那一次，你知道的。我是想劝他好好的生活，如果他能往前走一步，心理负担就没那么重了。他要是不往前走呢，你就得一直陪着他吗？他是残疾了还是怎么了？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珍惜，失去了就想找补，你没有义务管他。你能不能现在就当着我的面把他所有联系方式都删了？别这么幼稚好吗？我这不叫幼稚，我这是干脆。成，那我知道了。嫂子，我今儿来就是想问一问，你跟我哥到底还有没有戏？你看到了，我有男朋友了。不，他算什么男朋友？他顶多就是个玩伴。陈旭，我跟你哥已经离婚了，以后他的事你别来找我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要说我也能理解。陈玉这人吧，面瘫、嘴笨、没情趣，整天黑着个脸，就跟全世界都对不起他一样。嫂子，我真挺佩服你的，能忍他这么多年。我要是个女的，分分钟把他给踹了，不可能等到现在。就拿上回孩子没了的事儿说，背地里上蹿下跳，瞎忙活，帮人背了半个月的班，求人帮你安排早点手术，说就怕多耽误一天，你的身体多受一点累。结果怎么着？等你真休了病假，这傻子给人替班去了。他没跟我说呀。他还跟我妈那儿问了好半天，说煲什么汤补身体，有什么注意事项不能做。后来我问他，我说你煲汤了吗？他说你妈来给你煲了，他压根没上手，白问。哎，你说他是不是假聪明？蠢吧，真蠢。还有，前阵子网络暴力那事儿。跟个大傻子一样闷头在家找线索查证据，整整三天不吃不喝，还不是靠这个社会人帮了他。你们家住址不是被人肉了吗？家里被塞进了癞蛤蟆，特臭，硬拉着我东奔西跑替你翻案。家里面的鱼都顾不上，死了好多。陈宇对他那鱼多上心谁不知道，在他那儿还有人比鱼更重要。我倒是开了眼。嫂子，虽然你曾经是我嫂子，但我还是得叫你一声嫂子。陈宇今年走了背字儿，工作上也被排挤成咸鱼。我听说我们老家电视台有空缺，只要他能回去，立马就能安排一个不错的职位。谁能想到呢？我们哥俩。既然是他陈宇先混不下去，要滚蛋了。世界如何运转，你是唯一答案，体会我的快乐。
经很用力地去体会这座城市隐藏的漆黑，去想时间是为去看寂寞插队，闭着眼睛找一个座位。听说认真的女人最美，可又有谁懂我的狼狈？心有勇气支配，没勇气愧对，看自己的傻进无言以对。别气馁，是我最大的安慰，卑微还是高贵都要带着懊悔继续飞。夜晚的碎梦将我包围，眼下的